婉允，有着甜美的外形以及较好的身材。近几年淡出演艺圈后，她透露自己的体重增加了8公斤，从那之后就变得很不自信，被问是不是怀孕了，对此她也只能开玩笑回应是脂肪宝宝啦。后来拍照还需要时不时靠角度来遮遮掩掩，她表示本来自己好不容易要进行减肥计划，却又因为效果不佳而开始自暴自弃，无奈直言这辈子减不下来就算了。不过最近2个月，她结束美国旅游返台后重启了减肺计划，他每天固定安排上2个小时羽球课，在饮食方面也降低摄取量，他身体许多不健康的数值成功开始下降，体态也变得好看许多。虽然他也在社群公开自己在美国旅游时的比基尼美照，自嘲以前肉肉的他就是那么可怕，他也直言自己会继续坚持减肥，直到达到理想体重，获得大批网友留言为他加油打气。Bye.